油腻的哎，这个好美哦，它的颜色好漂亮，宝宝蓝，对，而且它这个宝宝蓝还是那种不会太显眼，它是就是比较低饱和的这种颜色，这一件超级美，我自己也超喜欢。你看它的细节，然后这边边它有做这种刺绣的这种图文的感觉，然后带一点这种度假风的这种就是麻料挺挺的感觉，然后它还是做压扣的哦，因为通常都是做比较成熟的那种纽扣型的，然后这一件的话，我觉得它带一点这种可爱的这种压扣俏皮的感觉，好可爱哦。套装这一件真的很美，很美，然后穿起来也是好瘦哦，然后我觉得它穿起来不会老气。因为其实很多就是那种小香风的感觉，或是这种就是有一点这种编织感的、啊，其实有时候穿起来会太过成熟，会有点真的很像那种正装套装的那种感觉。好像你真的要去开会还是干嘛之类的这种，或是太女强人的感觉。但是这一套的话，我就觉得哇，它穿起来就是一个小姐姐，就是很对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单看一下，把背心拿掉，你看一下它的裤子，它裤子有多好看。它裤子其实本来就帮你们做这样子，就是这边有点收腰，然后底下一样是有一点这样子小小这种 A 领感的。对，而且它。这个是有做那个刺绣的，对，我突然有点背心想不出要讲什么，跟背心一样，就是这边有做这样刺绣的，对，都是有带这种图文的这种刺绣边超好看，然后后面是做这样子后松紧的，对，后松紧的，对，然后穿起来就感觉就是腰线这一套超级美，超级美。